没有挂住防守，这样呢还是刘亚鹏在防。伯顿，哦哟，好球啊！这球找到了李慕豪，完成了空中接力的扣篮。好了，现在比赛开始啊，踩线了。那这样呢是记得两分，好球、哦！两边也是不含糊。李慕豪在三分线外，张弓搭箭，三分球命中。维文今天上场时间可是够早，好球、哦！又是外线李慕豪的三分球。哇、哦，李慕豪这是开光级的表现，只是在上线做一个简单的掩护啊，就三分出手。今天三分球三中三，拿到十一分。李慕豪。好球啊，伯顿，这球，哇、哦，这球强攻内线啊！刘大鹏今天还是挺敢投的，在这一节三分球，北控这边是八中四，而对方是五中三。哦，好球、啊，没有挂住防守，这样呢还是刘大鹏在防，伯顿，哦哟，好球啊！这球找到了李慕豪，完成了空中接力的扣篮配合。下面有朋友说啊，这自己观赏性怎么样？这场不好看，不存在，这场其实挺好看的啊，两边命中率这么高。哦，只是一个控球的打法，给李慕豪，李慕豪面对京俊的防守杀进去，造成了犯规。这样呢是深圳的进攻，看看这球，伯顿再转移，好球，李慕豪。伯顿这边把球转移出来，李慕豪再给到伯顿，点一下三分球，哇，伯顿这八秒钟该打了，伯顿中距离啊，没有，这球给到篮下，漂亮。李慕豪在关键时刻的罚球这个扣篮啊，几乎是帮球队锁定胜局了。这样第四节还有最后的24秒钟的时间，杰克逊穿插过去三分球，哇，还是穿心命中，即便是这球算进，北控也是输掉了比赛。兄弟们，听到最后